和一个人漂流到无人岛，你会选熊仔还是春燕？熊，哎、欸、不，春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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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想要开按摩店。好，我们前所未有的自由、欸，哎，就是人生中从来没有那么快乐过、欸，哎。李全哲，云端司机 Jerry Lee 就是我本人。欢迎来到 NF 名人直接单元，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大来宾李全哲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全哲。第一阶段二选一，比较害怕演出大旺仔还是大走音？我比较害怕大都我都很害怕、欸。好，下一题，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对象？清纯乖巧还是性感狂野？哦，都喜欢哎、欸，还是要尽量二选一哦、喔欸。那我们下一题，好，比较害怕一年没有音乐演出还是一年不谈恋爱？比较害怕一年没有音乐演出。好，下一题，想要获得金音奖最佳创作歌手还是金曲最佳专辑？金曲最佳专辑。比较喜欢自己长头发的造型还是短头发？我喜欢我爆炸头的造型。好，下一题，追求方式二选一，是选择默默付出还是直球对决？我选择直球对决。工作空档的时间会想要抽一根烟听音乐还是下一盘象棋？我工作空档前会选择抽一根烟跟下一盘象棋，但如果真的得选，会选择抽一根烟先。好，那和一个人单独去唱 KTV， 你会选魏如萱还是9188？魏如萱。和一个人一起从台北开车到垦丁，你会选李英宏还是宇宙人的小雨？李英宏。和一个人漂流到无人岛，你会选熊仔还是春燕？熊，哎、欸、不，春燕，春燕，春燕。好，接下来简答题哦，说出三个你最讨厌的食物。三菇、香菇、芋头，然后那个起司。好，起司。最近做过最中二的事情是什么？中二的事情哦。这个北，台北是北。说出心中理想型的三个条件。理想型的三个条件，那个体贴、温柔，然后漂亮。好，我们速度还是要编解哦。最近最想和哪个还没合作过的艺人做歌？郑敬一。好，最近最常听哪一首歌？那个。郑敬一的《肥死不易戏》。好，我们最后一题，如果可以开一间店的话，你想要开什么店？我想要开按摩店。好，我们时间也到了，好，让大家看一下你的速度解怎么样。我们接下来给观众看一下。你比较害怕一年没有音乐演出，而不是一年没有谈恋爱。嗯，所以演出对你来说占的比例比较重要，是吗？因为对啊，钱还是面包胜于爱情。OK， 对啊，面包比较重要。对对 对, 對。那你说你比较喜欢自己爆炸头的造型是为什么？因为我那时候那个烫爆炸头的时候，我就感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、欸，哎，就是人生中从来没有那么快乐过、欸，哎，你走的每一步都有那个律动，它会是，你知道吗？它不是说一就一，说一就二，它是永远都在 balance 自己。我就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信与快乐。了解。对，那你说和一个人单独去唱 KTV， 你会选魏如萱而不是9188，是为什么？對单纯因为我跟他比较熟。哦，比较熟，比较不会尴尬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那和一个人一起从台北开车到垦丁，你选的是李英宏。是。那为什么不是选宇宙人小玉？也是比较熟嘛。因为一方面是一方面我知道英宏超爱车，然后我也很爱车，然后我们两个常常话题不是音乐就是车。所以那我们之前有听到那个，就是你跟熊仔、春燕，你们三个人一起搭车下去嘛，然后你们三个人就一起得奖，三选一，你李英宏还有你还会再带一个谁进来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三个人一起开车的话，开车哦，我搞不好会带果果哎，果果飞车的果果。OK OK，你最近做过最中二的事情就是比那个姿势，但是谁教你这个姿势吗？是那个海豚刑警的主唱五月教我，对。我还不是很会，我在练习中。这北是代表台北吗？对，北部。OK OK， 北部人。好，那你说最想开的一间店是按摩店？对，是为什么？不是那个按摩，是纯的，是纯的，纯的。然后，因为我就是觉得经络还有就是穴道啊，还有推拿这一部分，我从小就很有感兴趣。那常常被问到说。啊，你不做音乐你要干嘛？你有没有一个次要职业的选项？按摩。所以你是亲自会下去按摩？
对啊，对啊，對啊你亲自要下去按。我会啊，一号。一号。对，编号都选好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如果可以穿越时空，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？如果可以穿越时空，我最想回到，要看在哪兒。假如说六零年代的英国很棒，但是六零年代台湾，我可能不会想要在台湾。那如果是台湾呢？台湾的话，应该是九零年代吧。九零年代，那是为什么想要回九零年代？就是单纯因为我九零末才出生嘛，那等于九零开始我没有经历到，了解了解，就经历你还没出生之前开始什么世界。對對對對，那如果世界末日要逃难，你会带上哪三个东西？世界末日要逃难，我会带上一台电脑，吗？电脑、哦、吉他，还有，狗狗。感觉这三个就可以再做歌哎，电脑跟吉他，再跟狗，对，所以世界末日还是要做歌的感觉。对，狗是给你人生活下去的希望嘛。好，电脑是那种。那最想尝试什么还没做过的曲风呢？慢摇吧。慢摇。对啊。那慢摇，所以最近有想要尝试，还是 有？其实有前阵子有帮个乐团制作，有做这种曲风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宇泉哥，我在8月21日高雄 Live Warehouse 我金曲庆功演唱会，同样的金曲庆功演唱会在8月26日台中 Legacy， 我的 IG 叫做 Cloud Driver 底线 C L O U D D R I V E R 底线 Cloud Driver。李全哲、云端司机 Jerry Lee 就是我本人啊，对，可以去搜寻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谢谢今天大来宾李全哲，谢谢。想看更多关于我的消息，在这边订阅加追踪哦。